每个星期天，尤其连续假期的休假日，车站里啊总是挤满南来北往的人潮，步履匆匆的旅客快速的错身而过，一条一条平行的人生线，又将交织出什么样的人生风景呢？在五分钟，手机收起来。为什么他们收手机？因为下一站彰化站就到了，差不多再十来分钟就到了。那要叫他们把他们的随身物品都习惯性的快到之前要收好来。所以你都会帮忙的。对啊，还有两分钟。好了，收起来。关机。再一次。我也可以自己开车接我的小孩回去啊，但是同样一个时间我只帮我一个小孩，那我不如把这些时间帮助更多的小朋友啊。我也是因为看了志工他们在帮忙，所以启发我，让我觉得说我也应该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回馈这个社会。他们跟我们这些小朋友都不认识，他们都可以这样子自愿的付出，更何况我们是小朋友的家长。彰化火车站是中部地区山线海线的铁路交汇点，每天有数以万计南来北往的旅客在这里上下车。有一群孩子愿从台湾各地来到彰化求学，同样的一段上学路，对平凡孩子来说轻而易举，但对这一群孩子，每一里路都举步维艰，处处危机四伏。怕我们师兄师姐在推的时候，哈，不小心去撞到别人，把别人撞伤，给他弄到脚骨，给他弄到伤嘛。尤其在第三擂台都无法度啊，因为他中间哈弄侪人，你知道不？哦，就是要往旁边的那侧推的时候要小心，惊叫冰流推开。帅哥，帮我们关个门一下，谢谢。都不用去找。不是，我不会去找别人，我只看有没有小朋友漏掉而已。最深的家长，他就是那好辛苦，每个礼拜都来，对，每个礼拜跟他住中立，中立要让他跟他小朋友一起过来，啊，他等一下会搭9:35回中立。持续两年多的时间，这位爸爸每周一定出现在这一班南下的火车里。原本他只是为了陪自己的孩子安全的返校，爱的效应让他也成了守护这一群孩子的大天使。看到这孩子们一个一个安全的到学校，安全的上校火车，让我们心里都觉得很放心。那我相对的，我觉得其他家长没有来，他们知道有这些志工啊帮忙，他们也能够放得下心了。民国70年左右，那个小儿麻痹的渐渐没有了嘛，就开始有收脑性麻痹的学生，然后一些是后天的伤害，比如说是车祸啦，或者是因为生病呢，就变成下半身瘫痪这样的，主要都是肢体障碍啦，因为我们的学校的环境比较适合他们。这所位于彰化县的国立和美实验学校创校历史将近有50年，设有小学、国中、高中、高职，专门收多重障碍的孩子。他们都和博瑞一样，来自全台各地，北从基隆、宜兰，南到屏东、台东，甚至外岛都有。因为相对完善的无障碍校园环境，远地来的孩子不但能上课学习，也能安心住宿，周末再返家。
左燕玲老师是学生们口中的左妈咪，负责照料学生们的生活起居。她服务的年资几乎与学校历史一样长久。当初来的时候，可能很多学生都是用拐杖或者用手杖，坐轮椅的两三个，这样很少的坐轮椅。结果现在全部几乎一半以上都是坐轮椅。每个星期为了帮孩子顺利搭车返家，左燕玲老师不但得安排将近90位外地学生的搭车顺序，常常还得半夜上网抢满数量有限的火车票。我们的学生很多坐轮椅嘛，一列车它并不是每一列火车都有轮椅座位，而且有座位的一列车只有四个座位，三车跟八车这样各两个这样，所以学生坐火车就要从中午排到傍晚这样。有没有感觉现在打仗？是啊，每个礼拜五都是这样子。对，我车子都来得及还好啦，有的时候万一车子有一点耽误的时候，就比较担心学生赶不上车吧。这几年来自外地的学生越来越多，有限的人力下安全护送学生进出火车站成了老师们最大的难题。第一个，你的轮椅是要往前推还是往后拉，这最主要，因为爬行甲落行、上车甲落车，我们都不拢无同。好、哦，那就由我们再一位师兄来来。好、哦，如果师兄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哈、哦，你坐着，哎、欸，没关系，没关系哈、哦，你坐着哈、哦。第一个，爬坡要进去爬坡的话，我们的师兄一定要他的面是要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好、哦，往前推，他的脸这样往前推比较不会倒下去嘛，好、哦。那如果下车，礼拜天下车来的话，你往前推会怎么样？你下车往前推，能够往前仰。家就住在和美镇上的林文怡，是最早期承担轮椅任务的志工之一。我妹妹的两个孩子也是读和美私人学校，那给我有感而发，让我知影，我都无条件，每一次接到任务，每一届。我拢一定得甲到的，因为真的给我看到说，跩囡仔真正需要我们的志工去改道三工，哦，给他们家长较安心的。考量到安全，林文一很坚持，每一位初次参与的志工一定要经过行前训练。我唔记，考几届第一次。师姐，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好，师姐啦。你一个是先坐在这里，你的脚有没有跨在脚要放这里，跨在脚踏板上，好、哦，因为有些小朋友哈、哦，他的脚哈、哦，脑性麻痹，他的脚都是弯弯，我懂弯的，你要把它帮忙，把它弄到这个上面，把它弄到这个上面，放嘿，一定要帮他放到上，不然你没有放到上面哈、哦，你这个脚就放在底下哈、哦。你在推的时候，他脚一定会受伤。对，有时候是这样，好、哦，就是要把他脚让上来，这样，好、哦，这样放好，这样推啊，看他的安全带有没有弄好，这样推就很安全。好、哦，这样就推就有安全。彰化火车站最素负盛名，也是铁道迷钟爱的扇形火车库，将近有100年的历史，硕果仅存，至今还在运作使用中。
靠着轮盘转动送出一辆辆的火车头，它就像一股稳定的力量直驱前进，而一段生命的旅程也即将开始。师兄好。好，师姐好，欢迎你。好，我来报道了。好。哇，师兄，底下这个我们和美学校的孩子啊，校车已经快要来了。对。所以呢，今天啊，我也是要来学着怎么样当我们这一个陪着孩子要能够安全上火车的志工。好。不过呢，在当这个志工之前啊，我需要师兄哎好好给他看嘎几类。有些什么事情哦，我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好。好，第一个就是，小朋友下了车，你要推进来的时候要注意哦，有。但那前面有爬坡的地方，你要注意哈，你要注意，就是人要朝前面，上坡要朝前面这样来，哦，它很安全，对对，哦，就是这样。那第二就是，下了车要注意它的安全带有没有绑好，哦，再来就是脚有没有放在脚踏板上，这个脚踏板，哎，哦，因为你脚没有放在脚踏板上，你在推的时候脚会弄到地板。脚会受伤，会卡住，对，会卡住，会受伤。哦，这个很安，这很要注意的。哦，那第三点就是说，我们推到里面定位的时候，哦，定位哈，你要注意你的手刹车，手刹车一定要弄，把它扣上。对，扣上，你没有扣上，对，它会慢慢往前，这有斜度，对，它会慢慢往前滑。等于这个轮椅让它可以固定好，固定好，固定好，这是。今天你做志工最主要就是这三点。好，我要注意这三点。对对对对。哎，像师兄，我们每一次陪着孩子啊，在这个等待火车的这么几个小时里头，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这才是重点，就是时间，时间很重要。因为小朋友他们来，今天为了什么？要回家，回家是很高兴的事情。是。如果我们时间控制不好，那小朋友整个心情都很激荡。对。哦，都。赶着要回去吧，对啊，怕你对时间上如果控制不好，就没有办法回家，他们就会很沮丧。了解，对，卡。哦，所以这个过程里头，你看从校车要能够准时抵达，对，然后我们还要能够安全的把他们一一的放到各个月台，让他们准时坐上车，这个时间很紧张哎。对啊，当然啦，是跟时间在赛跑。哇，师兄，等一下学校的校车已经快要到了，所以啊，我们今天要赶紧来做准备，用最安全的情况来完成今天的爱的任务。麻烦你，好好好，好来，我先看看那个有没有先扶好，好，看看他的安全带，看的脚有没有扣好，有，脚看有没有扣好，好，谢谢师兄，好来，我来，慢慢的。过去历史比较悠久的火车站，现代化的无障碍空间尚未建置完备，对行动不方便甚至以轮椅代步的旅客而言，不但辛苦，更是惊险万分。我们以前推小朋友哈，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就是从这边要经过第一月台、第二月台、第三月台。你看，火车一来，我们就很怕说跑不掉。有一次，就那个轮椅的轮子卡到铁轨的洞，而发生拉不起来。而那时候火车也刚来，刚好我们的四位师兄把轮椅拖起来，才没有发生危险。所以从那一次，我们就一直建议铁路局，还有叫老师去争取，我们不要从这个铁道第一台、第二台、第三台这个走道过去，真的是太危险了。后来校方不断地与交通部沟通争取，终于设置附有电梯的空桥，让有需要的旅客可以顺畅安全的往来车站与月台。好，电梯来了，来，我来陪你进去喽。你待着。转过来，看看哦。好 ，OK， 没问题。
家我们都要走这么远的路哈。那个大家习惯了。习惯了。好，我们要坐电梯下去咯。感恩师姐。是火车，很靠近火车的点。这两年因为台铁的无障碍电梯做好了，所以就对同学有非常大的安全感。这一路这样过来，就是家长很多都了解到，因为有慈济的师兄师姐在帮忙，所以学生都可以顺利的上车。到了车上当然是比较安全的环境，让他们直接就坐到他的目的地，家长再到那边去接，这样子是有人陪伴，家长可以放心在这一块。这样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家长可能自己要开车或者是想办法用其他的交通工具，一个是家长的时间没有办法配合，一个是路途遥远，这样子也非常的辛苦。好，帽子要不要戴起来？很冷呢。要不要帽子要不要戴起来？哦，他不喜欢戴帽子。来，我喝。谢谢。谢谢。然后把他这个给扣住。把你这个扣住一下，比较安全。好。阿伯几岁啊？76。76。哎，阿伊塞车忝袂？袂咯，哦，真欢喜哦，啊，甲伊帮忙哦。安尼哦。系啊，嘿。阿伊76个照样行。哦，我都退休啊啦，闲闲啦。安尼吼。系啦。来搭三工就对。做嘿，做这，诶，志工啦。哦。系啦。啊，甲伊帮忙，啊嘛甲老师帮忙，啊，佫甲伊铁路人员，遮拢无够啦。安尼。啊，甲伊到帮忙，伊人足欢喜个。协助和美实验学校爱的推手任务持续到现在超过12年时间，从来没有间断过。从最早十几位学生不断的倍数增加，现在已经多达80-90位。职工们也从一开始只由和美区承担，现在也扩大到整个彰化地区的慈济人轮流来陪伴。住在彰化南端20镇的洪玉良，只要工作的空档，也会来陪伴学生安全的上下火车。送你过去第三列的那边啊。好。我等一下去买东西。要买东西吃呀、啊。再等一下，在那边就有可以买的哈。好。我搭七堵。好。你要搭七堵呀，好。洪玉良出身政治世家，他的父亲叱咤政治界与黑道。20多年前，父亲突遭枪杀过世，让他一度自我放弃，却也意外找到生命的契机。事业也不爱做啊，但我感觉讲做要创啥，钱赚遐多要创啥？看爸爸一世人安尼，名甲地位甲种种，伊安到尾啊哩，发生个意外时，什么没带走？真的啊。啊，所以我才会从上人那个静思里面去体悟到说，上人跟我们讲说，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从现在去哪里？那个社大那边，社大那个福田职工等一下会来那个清扫里面的那个环境，啊，说要先去帮他们把那个门打开。所以这个就是你平常的工作。对。下雨天嘛，啊，下雨天的话就是要来看那个排水沟有没有那个树叶塞住，有的话给它清掉。两边拢爱干，这两边拢有水坑啊。哦，啊，种那个清一下，无吼，惊水积起来。足重哦。哦，这个重，真重。你体爱一洗面啦。啊，你好。
今日较无遐济，啊，用手提提较紧。啊，若坐船来提，迄拖车啦，提安尼来夹吧。十多年前，洪玉良正式受证成为慈济志工，环保、访视，每项任务他都欢喜承担。简简单单的过生活，成了他最大的生命信念。以前的时候讲叫支票，截然不同了哈。平平是一张纸，但是都无同款的，啊，就安尼啊。哎呀，你看这样一张，300万、300万、400万，所以你才累积起来才500万。理财班，啊，这种钱呢？说真的啦，红头小的人吼，免体会太侪过啊，真的，他们真的很辛苦，嘿啊，尤其是做母囝的人，迄做母囝的人真正吼，都在底底安尼吃苦，做安，啊，咱嘛做唔甘的。抛却轻松可以继承的财富，洪玉良说，他换来的是清安与自在。我会去一直思考上人讲的话，啊，所以我在感觉讲说真的，咱今麦会当做，我们真的要及时，真的要去付出。一旦付出的时候，一旦多少把人快乐，我们自然就会很快乐。火车来了。对呀、啊。嗯。到台南，说，就台南。他们两个坐在一起。好，谁呀？对呀、啊，你就跟他坐啊。哎，好，谢谢。好，谢谢。好。好。好，哎，小心。每一届请来到，伊就很欢喜，或欢喜到师父师母来到这要甲伊接，接上下车。所以讲，这种无形中伊会建立迄种感情，真正予咱深深的感动。所以讲，就很欢喜看到咱，啊，咱嘛就很欢喜看到伊。所以讲，咱师兄师姐大家做甲更加欢喜。好，左边，好，二的这一个。No.